收看遇见黄韵玲，听见新声音。我想呢，每一个人呢，活在这世上哦，要遇到的事情，要走过的风景，其实都不太一样。但是有没有想到，上帝为我们造的这个世界呢？其实有花、有草、有鱼、有动物、有可爱的男生跟女生。其实呢，我们都活在同样一个地球，我们是不是有互相去爱对方，互相呢去好好的共存？那在今天呢，我们要邀请的特别来宾呢，他们是非常的有正义感以外，我觉得他们是非常的勇敢，而且有爱心。我觉得爱心是非常大的。我们要欢迎赵生会的阿虎跟阿仁。主持人你好。开始呢，我们先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赞美感谢你，在一天你给我们许多的气力去完成我们该要完成的事情。或许有不尽如意，但是呢，我们会反省，我们会再继续往前。每一天在这个时刻，我们聚在一起，在聆听你告诉我们的诗篇，告诉我们的箴言，告诉我们许多的圣经上的事情。也谢谢你耐心的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时间成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赵生会的两个主要的成员，也希望你看顾他，让他们的爱能够去展现在更多的地方，让更多人的能力能够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呢的爱也能够扩散到许多的地方，许多角落。我们这样祷告，也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呢，请所有朋友翻开到诗篇第84篇第4-7节，我们一起来念：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泉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确实，流泪谷变为泉源之地哦。常常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猫猫狗狗被他们的主人丢弃在路上哦，尤其是经过了一波的可能电影宣传之后，哎，大家一票全部都是养那样子的狗。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些狗怎么全部在路上流浪？
那我会接触到造生会呢，其实是因为妹妹的关系，因为我妹妹也是一个比较喜欢狗狗猫猫的人。那她有一次跟我讲说，她在路上看到一只就是被车压了的狗，然后她就说：“查理，你知道吗？我打电话给那个动物协会哦，动物哦什么关怀造生会119，他们真的来救哎。”然后他说他们打电话给你们的时候，你们正在中立还是桃园比较远的地方，然后你就说黄小姐你要等一下啊，我们可能要40分钟。我妹呢就半信半疑的在那边等，隔了40分钟他们真的赶到了，而且当时你们是在处理另外一个案例。造生会哦，这个名称是完整应该是什么，我们也要请阿虎就是执行长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的名称完整的是我们是社团法人台湾照顾生命协会，所以说如果拿掉台湾，我们是照顾生命协会，所以简称为造生会。对。那你们服务的目的是以什么为主？我们服务基本上是以猫跟狗，然后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区块是小孩子的，因为我们推广的协会的宗旨就是生命是无价的，不分任何的物种。因为其实刚刚节目一开始，我也觉得就是说上帝造了这个世界哦，然后也有。在世界上有花，真的还有人，还有小孩，对，然后还有动物陪伴着我们，然后甚至人也吃动物，对，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球村当中哦，其实我们是不是能够提供大家都是在一个对等的环境？即使不是说我也住高楼大厦，或是我一定要怎么样？是不是我们都能够有自己生命的权利？我觉得并不一定，对。那所以看到造生会呢，我觉得也许在这个景气不好的时机，很多人甚至也会讲说，我们人都养不活了，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去照顾猫跟狗？其实我想，刚刚我也跟执行长也聊过了，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说，你今天没有去处理它，它就是一再的繁殖。一再的去，比如说我们在路上也会看到，就是捕狗大队，那是一件，我觉得我每次只要车子停在捕狗大队旁边，我就会很不自主的流泪，可是就觉得说自己并没有那么的勇敢，像二位这么的有勇气，而且听说一个月光是人事开销，还有你们光是救进来的狗狗都已经是300多只了。那救进来的狗狗，你们要怎么安置呢？基本上我们协会就是从你打电话给我们，到我们人员派出去的车子跟人员过去补救到，然后带就立即会带到动物医院，动物医院会给他做基本的止血，然后或者是诊治，那有需要开刀，他会当天开刀，有需要做任何，然后弄完之后，然后他会通知我们，我们再带回我们的协会，就是我们。总会去做基本的喂药治疗，然后做每天的带狗到医院去回诊。那这段期间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医疗，我们是属于医疗的部分，那所以说我们不属于跟一般狗场一样，不能让它开放，必须要关在笼子。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狗进来都是重伤残的，是都是不是脖子就是快被割掉，就是捕兽夹的手脚被切掉，要不然就是一些。被撞到已经半身瘫痪，只剩头或上半身会动而已。那所以说他们不适宜去开放式，因为狗即使受伤，它还有那个侵略性、敏锐性，或者会争那个，它会打架。所以我们都是以笼子。第一个让它在里面可以安心的养伤，肌肉跟骨头可以复原。然后第二个，它不会因为打架或者是因为想去跟人家打，它的伤口又会裂开复发，对，然后弄完之后照顾好，我们会办活动，每个月会有2次在莺歌老街办活动，然后尽量把我们救到的狗狗找到好的主人，免费让它认养，然后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帮它做结扎，不要让它主人或者是任何一个认养人有机会让它再繁殖。那所以你们平常的就是所有的经费来源都是人，就是。民间的没有拿到任何一个企业或者是政府的补助。那你们有去上过一些什么企划案吗？有，通常企业家
看到他有个猫，就把你打掉，连他的秘书那一关都不会过。但是你如果你送小孩子、老人、妇女，可能还有机会。因为妇女或老人或小孩，基本上在你帮助他后，他可以站在你面前，或可以曝光跟你说声谢谢你。然后会感觉到企业家会感觉到有那个价值。可是你全捐给了猫狗，猫狗不会站出来跟你说声谢谢你。对，我觉得说这就是会捐给猫狗的爱心人，会比捐给人的那个爱心更伟大。因为你捐给猫狗的爱是不求回报的，但是捐给人的部分你还是希望有点回报。所以我觉得说捐给猫狗的这些爱狗人或企业家，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很伟大。对，可是我觉得很奇妙啊，你们二位而且现在都是全职。对对，而且包括你们来上节目的同时，你们还是有一些义工的朋友已经在外面，也是开始在做急救的。对，我们不影响，我们的工作最主要是宣传道生会的理念，跟去从事募款，跟处理特殊案件。所谓特殊案件，就是他可能一个人两个人搞不定的案件，他需要这种我要去评估断。那在这另外一个区块，就是有专门在照料猫狗的，即使我们到哪里，照顾猫狗的人不会动，他一样在照顾猫狗。那救援猫狗的人也不会动，他也是在这救援猫狗。所以我们是各司其职，这样子这个协会才有办法继续热起来。所以这个协会成立到现在四年多，快四年，还快四年，是不是？会一路走来是不是非常辛苦？当然，因为台湾对猫狗的生命价值并还没有提升到那个感觉。对对对，我们所说的就是，一般人只会想到人的社会的福利，但是他从来不会去考虑到猫狗的福利，还有它生命价值的部分。如果我们真的有能力，我们还有余力可以去照顾世界上的，就是不管是人或者是动物，如果我们可以去做，这是一件多么值得去做的事情。因为我们车子虽然七台，可是七台分到台湾各地区就很少很少很少，那你要一台车去救到是不太可能的。对，所以说我们需要帮人一定要珍惜的，因为猫狗即使它受伤，它都是活体。如果我们真的有能力，我们还有余力可以去照顾世界上的，就是不管是人或者是动物，如果我们可以去做，这是一件多么值得去做的事情。对啊，而且每一个月这么多的开销，难道你们的家人都不会发疯吗？会啊，我们会来这边，都是已经跟家里决裂了，是？来这边上班，你要先要有跟家人那个断绝的心理准备。真的还假的？阿仁，你说一点话嘛，你是公关部经理了，来这边。来这边在我生会基本上是经过了跟家里的革命才成功来到这边看猫。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眼里猫狗只是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人的生活不会全部都是猫狗，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娱乐，最后才是猫狗。猫狗只是占我们的人的部分的生活之一，可是站在这只狗的生活是全部。这只狗它的所有的生活就是我们，所以说我会觉得说，而且它是一个是它是唯一我们发现它是爱你胜过它自己生命的一个生物，一个生命。它甚至为了救你，或者是为了要报答你，或者它可以不要它的生命，它都为了要跟你在一起，或者为了要牺牲你。可是人做不到，因为人永远都是自私的。对，所以当他们无缘无故被丢弃在路上的时候，甚至呢，现在有很多的玩笑都会讲说，如果你要养什么黄金猎犬啊，你要养那个拉布拉多啊，或者是很名贵的狗，你可以上阳明山找。为什么？那一票都是，因为所有的人呢都会把狗就是偷偷的放掉。可是你要想，你要把一个生命丢弃，对，虽然它是狗，你有没有想到，它也是有感情的？但我知道赵生会有，其实他们接的这个，比如说旧的狗狗的案例，其实你们看到的那个景象哦，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想象不到。
对，你要不要跟所有的就是说跟大家来讲一下你们看过最印象深刻的比较知名的大概就是活生生把他皮扒掉的剥皮小黑啊，对对，之前在新庄，嗯，那还有之前前阵子有发生在树林大同山把他关在笼子里面泼油活活在烧死，而且甚至还把他上锁不让人家人去救他出来，整个活活被烧死，我们去救他的时候他还有气息，可是送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断了，就是活生生的去烧他，那还有所谓的就是拿施工去射他，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捕兽夹，有的一般来讲捕兽夹是你被夹到狗会很惨痛，因为人手进去几乎会断掉，非常的痛非常的痛，这个惨叫声你当你听到的时候那个心会非常的痛，但是这个还不够狠，有的是他甚至不让你把捕兽夹拿走，他是捕兽夹是他有个铁链是锁在木条或木棍上面，他就让你这只狗一直在那边惨叫惨叫惨叫到死，让其他的流浪狗不敢再来不敢再来，为了就是一个目的，就是他在这边有种菜，然后种在那个河堤那边种菜，然后他不愿意流浪狗去踩他的地，可是他在那边种菜却是个违法的行为，因为这块地是属于国家或政府，他并没有租给农民在这边种，可是农民他不管这个，他违法去做，可是违法做却要求流浪狗不能进入他的种菜的范围，所以他用买了捕兽夹，一个捕兽夹只要40块就好，而且到处都可以买，所以说包含山地一些等等的一些，他们可能有喜欢吃狗肉的，就是买一个40块的就可以抓到狗，啊，很多很多很多，那你看到这种场景会真的。会哭，包含我们去救狗的时候，肠子都会流出来，眼睛会掉出来，那我们都还要亲手把它的肠子放进去它肚子里面，用最快的速度送到医院，那眼睛掉出来，有的已经死了，那我们还要把它再放进去，最起码让它完体的一个尸体，那这种动作是没有，一般就算你再爱狗，也不太敢摸。因为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基本上猫跟狗的跟我们人是一样的，只是它不会说话，对，它一样有感情，你打它或者你生气，它一样可以感受到你在生气，它会不会去惹你，但它会用很热情的摇尾巴去迎接你，然后一样都有喜怒哀，它只差在不会讲话而已。可是我觉得有爱心的这个事情呢，其实每个人都有的，对，只是说有的时候真的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太久没有去看到自己善良的一面了，你看到的可能都是外在的，对，那接下来我想你们因为现在真的刚刚也听到就说景气是很不好，所以你们接下来会有什么动作，比如说会要去募款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样子的召集活动呢？目前除了还是积极的开发一些那个企业家以外，那我们目前也是针对就是有关于消费券这个热潮，那我们协会目前我们是有一个方向，就是说要推出一个所谓的噪声卡，那现在如果说有人捐献这个噪声卡，捐献这个消费券，那我们噪声会的就会给他一个噪声卡，那这个噪声卡的用处是大概说可以持这个噪声卡到全省各地我们特约的商店就可以享有这个优惠的动作，那噪声卡它第二个好处是说你拿这个噪声卡人家看到就知道说你这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它代表是一种身份，然后也代表说这个人是有爱心的，那我们是希望说用这个噪声卡来救更多的猫狗，所以你们这个协会其实是24小时啊，那你们都不用睡觉的，基本上有空档时间就是休息，电话一来就是3更半夜也要去，所以你们最主要的项目就是提供24小时的服务，然后是急诊猫狗就是车祸重伤的，基本上我们的协会提供的服务就很单纯，就是针对是没有主人的流浪猫狗，第二必须是危急的，比如说车祸，捕兽夹橡皮筋受困有危险的，
这些等等，而且是我们是不收费，但是唯一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报案人要在现场等我们到，如果你报案人离开，我们就不收的，因为我们车子虽然七台，可是七台分到台湾各地区就很少很少很少，那你要一台车去救到是不太可能的，对对，所以就是说我们需要报案人一定要在现场，因为猫狗即使它受伤，它都是活体。可能我们你通知我们过去，比如说我们过去跟你讲30分过去的时候，这30分钟因为你不在现场，可能有其他的爱心人士看到了，他就先带走了。哦，对。那我们因为赶过去的时候，就另外一个案件，可能我们来得及，就错失了。嗯嗯。对，那我们的原则说，我们在最有限的物力跟资源之下，能救多少只救多少只，但是唯一一个条件就是不要浪费资源。嗯，而且你们是全部不收费的。对。哦，这个东西只有政府做得到，可是我们靠民间做起来。嗯，其实当然在这里哦，我觉得虽然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啦，就是我当然也觉得说这个喜爱狗猫是每一个人的自由的选择啦，但是哦，如果就说真的政府可以一起来帮忙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是多么幸福啊，在这个国家里头是。每一个角落都是有人照顾的，对啊，其实是多么好的事情哦。嗯，可能对很多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常常会觉得说，对啊，景气这么不好，可是还是会看到有人依旧是很不错的。那不错的，如果真的能够提供你们的一点点，其实不管是喂小朋友也好，哦，喂猫猫狗狗也好，我觉得那个都是一个爱心的付出啦。对呀，或许真的没有得到什么奖状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感谢，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自己人的感受，你自己获得的那个，为什么人常常会讲空虚，那如果你真正去付出爱，其实我觉得那个满足的感觉真的是非常上，对，心灵上的，不只是物质上，心灵上很重要。对，而且呢，你们是不定期的会哦，不是哦，是每月采定期哦，然后去做接猫狗的这个结扎大行动。我们通常会，譬如说会跟在地爱心妈妈跟我们讲，那我们通常都会去带队一起过去做猫狗的结扎。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结扎车，因为发现有一些问题是，运送的问题，所以说那结扎车的问题有个好处是直接到很偏远的地方，它直接在车上就可以结扎，而不用再运输下来、运输上去等等的问题。这个目前是全台湾第一部结扎车。哦，所以已经有了。正在要出来，应该再过一个月就会出来。我们已经买车体了，正在改装，然后也在跟我们的上级单位农委会在寻求它一个合法的。指导跟身份，那真的快出来之后，他真的是又把猫狗的生命价值又提升起来了。对，好奇怪，为什么你会这么的执着哈？对啊，你因为我觉得台湾人不会输给国外。我们常常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国外也是有这个猫猫狗狗的119，有，但是都是政府在做。哦，国外本来就有的，对，是我们台湾，包含国外还有动物警察，台湾没有，就是管动物的，他就是有配枪的动物警察。哦，那我们台湾要这个等到这个等级，可能要等我大概蛮久的，对，可能要这个等，因为他们毕竟已经有80年跟100年的历史，我们台湾的动保的历史只有10年。哦，对对对，那我觉得说基本上动物警察因为车。牵扯的太多了，包含内政部、警政署、农委会等等的，我觉得那个是交给立法委员的事情，我们只是一个老百姓，小老百姓，我们能做的就是结合民间的力量去做我们想做的，所以我们已经有做猫狗119，猫狗110，然后现在就是巡回结扎车，当我们做猫狗之后，我们还有在帮助小孩的孩童，另外部门在帮助孩童，所以我们做的东西真的很多，但是都是靠民间的力量才有办法撑起来。
对，所以在这边真的也是要在呼吁很多有爱心的朋友们哦，真的，我觉得要让这个大家都能够生活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大家都要互相，然后都要互相来爱惜、珍惜。对啊，如果你喜欢狗，你养了狗，就不要随便丢弃。我觉得这个从自己本身最容易做起的就是这件事情。如果你今天这个猫狗是你的小孩，我们常常说狗是他的小孩，是他的小孩，你有可能因为你的情绪不好，你把你小孩子丢在外面，不可能。所以说我觉得说你帮整个台湾最大的一个忙，就是你不要遗弃他。在这边真的也是要再呼吁很多有爱心的朋友们哦，真的，我觉得要让这个大家都能够生活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大家都要互相，然后都要互相来爱惜、珍惜。对啊，如果你喜欢狗，你养了狗，就不要随便丢弃。我觉得这个从自己本身最容易做起的就是这件事情。对啊，好，那要不要这个除了猫狗之外，要不要再讲一讲？就是说你们除了猫狗之外，你们还有救什么样的动物？穿山甲，还有台湾水鹿，还有老鹰，还有兔子、猪，都救过。还有鸽子，都有。全部都救啊！台湾南雀也有，都是保育类的。所以你是全省这样子？通常都会丢到我们这边来。哦，所以你们现在有哪几个那个地区是有你们的分会的？宜兰，嗯，台北市，嗯，淡水，还有那个台南，在莺歌的。那你观看里面的租金、人事，还有所有的等等加起来。对，你们现在里面的就是光是行政人员有几个？就是照顾猫狗的，还有所有才工作16个还是17个人？已经很多了，算是很多了。那你分到各地去？对啦。对，可是因为我是想到说16、17个，光是这个人事开销也是一笔很大的费用。可是你这16、17，你还去扣掉一些不救猫狗的，比如说那个财务，他是会计，他不可能被你去救狗，然后他要去救狗，然后小秘书一个，然后还有内务人员，内务人员是就他的专精就是照顾猫狗，那真的大家都很辛苦啊，救援人员是24小时不能休息，他没有，他从来照顾人上班就没有下班时间，他的电话就是24小时开着，就要去救。然后如果说今天案件从早上忙到晚上，他可能有2天2夜都没有睡，然后没有，他唯一睡觉时间就是没电话，他可以睡觉，然后内务员他照顾的更辛苦，他照顾的不是那种喂他就好了，因为正常外面你所想象的喂就是。他自己会吃，你给他食物喂。可是我们的狗、猫狗救回来都是，你除了喂跟以外，有时候还要强行灌食，有时候下巴会断掉、断裂的，那有时候瘫痪掉的。你不但要喂它，你还要手要伸进去帮它敷药。因为狗通常我们救回来的流浪狗是野性非常强的，它不知道你是在帮它还是在救它，还是在干嘛的。所以说你必须要有那份勇气，手能够伸得进去，然后在它的。可能下半身敷黄药、中药等等，那有时候你敷药它会咬你，对，那你还要去帮它翻身，因为它跟我们人一样，你长期躺在那里，它这边会长褥疮，只要猫狗长到褥疮，大概不用一个礼拜，它就会走掉，跟我们人一样，跟那个创思基金会一样，你要派人去翻身，那我们也是一样，要帮它翻身。哇，所以你们现在的狗就是有300多只。对，300多只，有的不见得全部都是重伤残，因为有的都已经医好了。医好了的时候，我们就等着让他送养。哇，其实哦，现在我还是不时，有时候在家里啊，会听到有人会，比如说狗的惨叫声啊，那你就会探头出去看。我有一次啊，就看到一只狗在，然后我就看到我们家的邻居啊，拿一个很长的那个竹竿，因为那狗躲到车底下，他就拿那个竹竿在那边戳戳戳。我现在忍不住，我就在3楼大叫，我就说你干什么？然后他还继续戳。这时候你就可以打给另外一个部门，叫猫狗110。猫狗110。对，我们今天谈的是猫狗救，那你像这种虐待，吃狗肉，杀狗，这些等等，都可以找猫狗110。可是问题是，现在虐待狗并没有罪啊。有罪，有罪吗？
太好了，哎，等一下，电动刮痧有了，让我来拍手一下，真的，现在已经有了。而且你现在刚好刚刚讲捕兽夹，你没有经过主管机关同意使用捕兽夹去伤害任何一个动物，所谓的动物是指脊椎性的动物，那你就会如果五年内有犯两次，会判一年有期徒刑，那如果轻者你要罚款，重者要判刑，现在已经有了，那虐待狗也是一样，对对对，都有了，但是还不够完善，还是需要再修法，再继续。所以呢，在比如说有很多的狗狗，它是在就是高速公路受伤，是，对，那你救是不是会比较危险？高速公路也比较麻烦，需要国道警察的同意，我们才可以上去。警察同意才可以，因为它是列管道路。哦。万一你为了救这只狗发生连环车祸怎么办？因为高速公路的车速都是在90、100，它要刹车的距离会比较长，所以需要警察在那边响叮或。降低跟那个交通管制，你才有办法去抓狗。那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在那边抓的时候，因为没有任何的防护跟明显的标志，万一车子来不及刹车撞上，或者是紧急刹车后面的车撞上，这个要背上行者的。所以它是个列管道，那一般道路就不用，因为一般道路的时速大概在50到60，它刹车的时间比较短，而且它没有背列管，基本上。会比较好。其实哦，现在还是很多人，就是我们在夜市也看到很多在卖狗的，就是很多很可爱的小狗。现在很流行的就是那种有点像布娃娃的那种，那叫什么狗啊？红贵宾吗？对对对对对，又很贵。那如果你有了这样的可爱的狗，就好好的珍惜啊。那对于很多养宠物的主人，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说？基本上我觉得干嘛那么害羞啊，阿仁。基本上我觉得说你既然养了它，你就不要遗弃它。我相信它跟养小孩一样，都需要彼此的适应。我觉得说如果你真的把它当家人，或者口口声说你爱猫狗，那我会觉得说如果你当你有一个念头想要把它遗弃到外面的时候，你去想一想，赵生辉去看赵生辉的一些网站，去看看他今天到外面就会面临到被车撞、被捕兽夹夹到、被泼硫酸、泼盐酸、泼热水，然后被橡皮筋，因为他想吃那个便当，被橡皮筋套到，然后割到气管都没有。然后等等这种还有捕兽夹等等的这个被车撞到整个脊髓都已经半瘫在那边哀嚎，我觉得你就会打消到你的念头。那再加上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这个猫狗是你的小孩，我们常常说狗是他的小孩，是他的小孩，你有可能因为你的景气不好，你把你小孩子丢到外面，不可能。所以说我觉得说你帮整个台湾最大的一个忙，就是你不要遗弃他，这个忙是最重要。第二个，你一定要帮他打针跟结扎，因为我们所救到的猫狗有发生一些很感人的故事，但是我觉得都很晚了。比如说，很多人会认为他很喜欢他的黄金、拉拉、哈士奇、红贵宾等等，他都认为说这些都他的宝贝，他会认为这些狗不可能会脱离他，因为他都养在家里，但是你不要忘了，万一有一天你不在出差或者等等，你爸妈把你顾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他自己开门或自己跑掉或惊吓跑掉的时候，你再去找到他的机会根本就零。可是你有帮他打晶片的话，万一有好心的也跟你一样子爱狗人士，他捡到宠物医院去帮你扫晶片，扫到了他会通报你，哎，找到你的小孩了。可是你不打，连找到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只认识会第一个不要遗弃他，第二个你一定要帮他结扎，第三个你一定要打晶片。这三个是我觉得说目前对饲主来讲，我最大的祈求就是能做到这个。那时候你就感到猫狗的生命价值真的慢慢在提升，所以说我就说，未来其实就是我希望我们做的越多，能够去感动到更多的人，愿意来投入，把猫狗当作是一个生命。我帮他打晶片的话，万一有好心的也跟你一样子爱狗人士。他捡到宠物医院去帮你扫晶片，
找到了他会通报你，哎，找到你的小孩了。可是你不打，连找到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只是呼吁第一个，不要遗弃他；第二个，你一定要帮他结扎；第三个，你一定要打晶片。这三个是我觉得说目前对饲主来讲，我最大的祈求，说能做到这个。嗯，这是部分是这样子。对，而且哦，我觉得说，其实真的要自己民间来去经营这样一个协会哦，其实是很辛苦的。对，那我想呢，当然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哦，我想也透过这个电视机，然后也跟所有的朋友讲，就是说造生会它接下来哦，你们的期许是什么？你们希望它能够有什么样子更好的一个发挥？我们觉得最大的功用是希望能够把猫狗的生命价值提升到合法化。嗯，就像我们现在119，嗯，基本上是我们自己民间团体出的猫狗119，它的车子的形状上面还是所谓的休旅车。嗯，可是我们现在已经跟农委会上级单位争取到，以后我们的车子可以装排灯。嗯，我们以前自己装小乌龟嘛，嗯，然后现在以后上面可以装排灯，然后我们行照上面已经可以变更为特种车三个字。嗯，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很棒，我可能大家很多爱狗人听到这个会觉得睡不着，因为为什么？因为在路上跑去救猫狗的这台车子，不再只是一个我们自己爱狗人是称为的猫狗，而是一个政府它承认是一个合法的救援猫狗的一个救援车，它是有身份的，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很感动。第二个就是把我们的人员的素质跟设备更提升上来，让我们不只是去救，而且救回来的之后的猫狗的医疗更专业。像我们现在台北市有个叫名人动物医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动物医院，外科医院，他也很感动。他知道造生会以后，他说，因为名人动物园通常做全髋节的手术，或者是一些重伤，大概手术费要10来万到20几万，要这么贵啊？因为他名人动物园非常的贵，不止他，包含一些比较有名的都是这么贵。可是他很感动我们，他说我不能帮什么，我一个月给你3只名人给流浪狗，这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流浪狗也可以享受到刚刚主持人说讲这么贵的这么好的医疗，而且是不用钱。这时候你就感到猫狗的生命价值真的慢慢在提升。所以说我就说未来其实就是我希望我们做的越多能够去感动到更多的人愿意来投入，把猫狗当作是一个生命。对，而且我会因为这件事情我想到说，其实我们在帮这些猫猫狗狗，或者是刚刚说的小孩，或者是无辜的老人，其实不仅是在帮他们，也是在帮我们自己。对，因为让我们自己生活的就更有尊严，而且大家互相，就是你不会觉得是好像人跟人之间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接近，每一个人对这个旁边的人都会怀着一种，哎呦，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就是那种30几年前的一种很亲密的那种人跟人之间的那种人情味，对，都没有了。所以也希望就是说每一个人呢，可以除了关心自己的珠光宝气以外，还有一些名牌的服饰之外，大家都还有一些余力。如果你有这么好的能力能够去买名牌，我相信你更有能力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或动物这样。那今天非常谢谢造生会，也希望如果说我们可以做到什么的话，也都跟我们讲。当然捐款是一定会的啦。当然也非常谢谢，很辛苦哎，我觉得真的，刚刚我们也分享的经文，我们再来分享一次。而且今天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他们看到了很多猫猫狗狗被虐待，看到很多。甚至我们看到都会闭起眼睛不敢去接触的，他们把这些，就是把他们救回来，让他们再度有生命，或者让他们的生命得到一个很好的归宿。
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尽自己的一份力啊。好，来，我们一起来翻到诗篇第84篇第4-7节，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对，你们真的是行走在这个台湾全省哦，然后付出你们的心力。那我想，我们持续也会为你们祷告。然后也希望有更多有爱心的人呢，都可以一起来加入这个召神会，一起为我们的身处的环境、身处的地方，然后让它有更好的环境。这样子，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召神会其实除了这个救援猫猫狗狗之外，还有小孩子。这小孩子是什么样子的案例？我们通常召神会帮助的都是社会上最黑暗的，嗯，比如猫跟狗是社会上最不重视的，嗯，那我们在做了以后发现还有另外一个区块是更黑暗的，它是三不管地带，嗯，那它是一个很多常看到很多的，我们都一般正常都有所谓的健保，嗯，但是因为刚出生的小孩可能因为爸爸妈妈欠费吸毒被抓去关，或者是逃亡，嗯，那这段时间父母就不会去缴费用，嗯，那通常小孩子是挂在父母的健保保单里面，投保单位，那因为父母被抓去关等等跑掉之后，小孩子就没有健保，嗯，那小孩子没有健保了之后，他就没有，当他只是一个小病，他没办法去看病，那怎么办？他就变小病，会发烧，会烧到坏脑袋，会整个身体会怎么样？可是你中央健保局他的规定就是只能清还掉，不能清还掉债务或还掉一半分期。可是真正这些小孩子在刚出生，根本都不懂他妈妈为什么要去吸毒，他妈妈爸爸为什么要抓去关。可是他因为他没有健保，他就会一直痛一直痛，没有办法去看病。包含最感人的是，我们现在有跟另外一个基金会叫艾滋病基金会，嗯，他们也是台湾的艾滋宝宝，竟然台湾人不愿意领养艾滋宝宝。是国外的人愿意领养我们的艾滋宝宝，那不代表他有艾滋，而是说他父母有艾滋，但是我们的台湾规定要送到国外，要被国外认养，要在台湾待一年，观察期、潜伏期，那可是潜伏期要去检验，可是因为这些艾滋宝宝的父母通常都是社会上的一些问题人物，所以他们没有健保，嗯，那他只要去做一个检查检验，就要6000到10000，嗯。那很多的外国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你们政府不但没有重视，没有去帮助到这个区块，我们外国人有这个心来帮助你们台湾认养艾滋宝宝出到国外去享受新生活，嗯，那你还检验费还要给我收7000-8000，那一年下来要检验下来，他说他们不愿意，可是后来当他们这些人知道召神会有跟中央健保局是唯一的跟中央健保局有这样子的配合。那我们再把这个艾滋宝宝的投保单位转移到召神会，我们只要帮他缴650多块，那这个艾滋宝宝就有健保，他去检验就可以享有我们台湾召神会中央健保局的健保，那这外国人就会有更大的意愿想要领养这些宝宝，嗯，所以这是我们的区块，因为我觉得小孩子是最无辜，跟猫狗一样，他不会说话，但是他的都是最单纯的，可是都因为人。猫狗也是因为人的遗弃，猫狗的也是因为人的私欲啊等等去伤害出来，可是小孩子也是人造就出来的，既然你为什么要生他，为什么不给他一个好的生活，给他教育，你是说猫狗哦，他不是怎么样怎么样，你看我们人对的自己的小孩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才说造生会就是不分任何生命物种我们都照顾，只要不是他的问题，就小孩子最天真，猫狗也是最天真，两个都是天真，最后才说生命是不分物种，也不分等等，就召神会来做，而且都是政府不管的。对啊，当然希望就是说电视机前面如果刚好有，就是政府有能力一点的长官，也希望就是说能够注意这件事情啦，能够注重哦，到不是说
因为我相信政府也有政府头痛的问题。那我想这件事情他们也应该也都知道，也并不是说不管吧，所以他们才会发波跟我们民间团体来合作。对，不过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在这件事情这么难达成的状况下，你们已经开启了第一步。我觉得开启了第一步，也看到了，就是说也有第一步结扎车，动物结扎车，然后也看到有七部的这个芒果移植，对，他们在全省这样子跑，我觉得这已经是很多喜欢猫狗的人很大的一个福音，而且他们一定就像你讲的很开心啊。不过我想，还是跟刚刚一样，我们要持续的为你们祷告。我相信电视机前面也有很多的朋友也会为你们祷告，也希望呢，赵生会呢，能够呢，就是秉着非常的，就像你们的爱一样，可以让更多人来注意，更多人来关注这个问题哦，包括政府也是哦，包括所有有能力的人，我们都应该一起来做。这样，谢谢，谢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最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从不遗弃我们，在我们最困苦的时候，在我们需要你的时候，你都在我们旁边。或许现在我们丧失了信心，或许现在我们并没有看到前面的路，但是我们并不忧虑，因为知道你在前方引导着我们。我们的路有光，我们的路有你，我们的路有信心。也希望你看顾赵生会的同仁们，也希望他们的协会能够在你的看顾之下越来越茁壮，也能够为更多的生命让他们活得更有尊严。将一切交托在主你的手里，也保守赵生会同仁们他们的平安跟喜乐。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明